NBC 确定将于12月31日在京畿道依山的 NBC Dream Center 举办今年的歌谣大祭典，目前正在紧张准备中。韩国知名偶像组合防弹少年团 EXO ONE&ONE 也已确定将出演。另外，以往以三个场地直播的形式进行的歌谣大祭典，因受罢工风波的影响，今年将不会继续这一形式。这些歌谣大祭典是由 NBC 电视台在每年末主办，且由 NBC 频道直播。受邀参加者都是韩国本年度非常受欢迎的，并且个人品行良好的艺人。